今天我是在一个在公司换轮胎。刚才我是去纳智捷保养车，他有报那个马吉斯轮胎一胎要三千三，就说这便宜是没错，知道，就是我们这边是一分钱一分货。他现在有在放气了，应该你会听到个声音。现在我在这边，我会换那个 PS4 的轮胎，一胎是4100。当然是我们是有都可以换3300还是4000，我还是觉得要换4000，因为我开车的时候就是要上高速公路，所以我觉得安全比较重要。不管你骑车开车最重要就是轮胎嘛，跟刹车这两个，其他要改，后面要改都可以，就是这两个可以用好一点，就是比较好。这就是那个新的轮胎四颗，然后它这都是它的规格 PS4 的米其林。然后这个是我的四颗旧的轮胎 ，Bridgestone 的 Duranza。它我还问你，那个里面不是有裂了，我就觉得它危险。这个从我买车完到现在。四年，对，2016买的，到现在四年多了，应该也是要换了啦。反正我每次上奥斯公路是觉得会怕，会危险的。不好意思，付这个点心，你要吃一个下去了，那他们的办公室啦。这边有些小姐刚好她是出去外面跟客人讲话，厕所里面还蛮干净的，刚才我去上厕所，我的厕所在外面，刚才师傅他们在吃中午了，所以我人在这边等了，都不想过跑去别的地方，也没有地方可以去。现在第四颗了，现在开始在定位。